火山、火海、火焰高，猎人能把钢铁烧，忧愁烦恼都赶跑。火焰解说来到了，我们看一下火焰模组生存重生版 ，Let's go。好的，我们进来了。现在呢，建这个仓库，还有这个市政大厅，扩建是吧？我现在看一下，开始建什么这个那的，市政大厅是长这德行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上回还约定一个这个是吧？叫农田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农田是个什么鬼呀、啊？这是自动指定农田给农民是吧？这个咱就不用管了。据这个小伙伴们说，这个自动农田呢，我、哦、等一下，我太饿了。好的，我们飞远一点啊，回家一趟啊。哎，好一，哎呀妈，好一，哎呦我，好一，哎呦我的个天，什么声儿？听到吗？是个猫。哎呦我去！去死！哎呦我的个妈呀！好的，我们自杀吧。我上不去是吧？好的，我们看一下这剑还没修完呢。这个剑是最顶级的这个彩虹石剑了是吧？我们看一下啊，我是不是应该整点别的了？我看一下啊。这个帽子呢能我看一下，帽子是1、2、3、4、5个。我应该把那个彩虹帽子也给拆了，因为什么呢，现在挺危险，在哪呢，我穿这个会护甲，如果我要是打 kill 死的话，护甲就全崩了。敲没什么用，这个弓呢，完美的弓。这玩意儿得六个。得六个呀，我这个去的。我现在5个是不是？好的，我看一下，这啥玩意儿？箱子烧成这个能烧出来5个？其实我挺想要这个的。那我们就把拿帽子换一下这个啊，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干嘛的啊。那我就这样啊，拿这个球，然后呢再拿这个帽子，这是5个的是吧？我们换一个这个啊，换一个这个指南针。我看一下啊。这帽子也都能修是吧，这个就不要太计较了是吧。好的，我们拿这个啊，我想看看它是干嘛的，把这也撇了。好的，拿一个就行，大哥拿那么多干嘛。好的，然后呢我们这个我现在干嘛啊，不是这样啊，然后呢把这个作弊闭了啊，我想看看这个到底是干嘛的，叫光仪指南针是吧，这个是干嘛的呢，你这也看不着啊，这样吗？这 N 右键，哎呦的，哎呀呀呀呀呀！我的天 ，N 右键没什么用啊。我们去看一下啊。这个应该左手拿着是吧？然后呢，我拿着滑翔伞。这样的话，我就这样啊。好好好，我们去看一下啊。它到底指向的什么地方，现在我大概能看到啊，从这小格里能看到，我飞得高一点是吧，它给我指向哪儿呢，这到底是干嘛的。好的，我飞过去啊，这样就很方便的嘛是吧。它大概有什么东西啊，我去，鳄鱼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它给我指向哪儿呢，这是还飞呢，没有这。好的，咱们跟着他飞看看啊，他到底啥意思我也不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，越整越低了。啊、这个方向是吧？这样啊。好，继续啊，继续飞。要是有个史莱姆也给弄死啊。他这指南针他到底指的什么呀，羊驼，小羊驼好小啊。
好的，我继续啊。我现在不是看风景的时候是吧？啊，这样啊，还指着那儿呢。你这到底是给我指哪去啊？你这是，这不是要飞个几个小时啊？我勒个去！好的，我到地方了，我再那什么啊，这个给你们看啊。三二一，跳！真是翻山越岭是吧？跋山涉水，我这到了这儿啊，我也不明白他到底要给我整哪去。这个角度是这儿是吧？冲着那儿走，那我们飞下去啊，继续看啊。他这啥意思呢？这是谬贼，满坑满谷全钻石是吧？咱们此行的目的不是钻石是吧？好的，他是不是有什么箱子之类的啊？全是这个彩虹石啊。他一直指着那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好的，咱们再往那儿走点看看啊。方向是对呀。还往那儿指呢。好像是不是要到了？我去，下雪了都。怎么下雨了，大哥？看一下啊，就是牛啊，啥也没有。又下雪了，你看。好的，我变成白天了，这个太黑了，太。好的，我看看这个到底是干嘛的啊？就飞呗，是吧？它指向的还是往那个方向走。这什么天气呀？我看一下，这样不对。W，OK，还想打我啊？哪有那么简单？还往那指呢？这到底是去哪儿啊？我的个老天爷！好的，我直接给你跳过啊！三，停，三二一，跳！我找到一个那个村庄，这是啥意思呢？有点洋，然后这个地方全是那个灰土是吧？我也不知道这什么玩意儿，我还得走呗。这个指南针到底要干嘛？我都有点蘑菇，它还是那么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到底，它到底给我指向哪儿去呢？我这山我得绕过去吧。哎呦我勒个去！有没有史莱姆？有史莱姆弄死一个！我需要史莱姆球。好的，咱们这样啊。好的，我们弹跳力够是吧？真是跋山涉水，你这是到底要领我去哪儿啊？我继续啊。就羊啊，啥也没有啊。这歌是不是不吉利呀？没完没了的，你怎么？我去，啥都没有了这。我再继续啊，就牛啊，啥也没有。哎呦我去！好的，跳！小伙伴们猜我找到啥了？看着没？我可千万别死这儿了！我去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个，我去，我别死里边了！这谁敢下去啊？还梯子！我勒个去的！这我被进去就死了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停！好的，我们记一下坐标啊。OK，行。
这谁上哪知道去？迷宫啊！这是不是都能刨啊？这个？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他不打我是吧？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能跟他说话吗？不行，我怕他打我。我去，这是个什么鬼地方？这个都可以刨吗？我偷点，偷点啊！掉了，这玩意儿有啥用啊？砖儿，这个砖儿有啥用啊？我看一下啊，你这个砖呐、啊，什么块儿啊？箱子啊，梯子啊，这有啥用啊都？我要这玩意儿是吧？原石，然后我做装备什么的。你这我还是放回去吧，是吧？好像我愿意占便宜似的。好的，我用这个是吧？哎呦我去！我死的惨不惨？你就说我惨不惨就得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弄一个小办法是吧？那个鬼地方呢，真是挺难弄的。那我们就这样啊，开创造是吧？咱们付出点啥也啊，开创造，然后呢，我们拿一下这个什么鬼东西？我看一下啊，我需要这个是吧？命令方块，哎呀，不是那么整。好的，我拿个命令方块啊。然后我找一下那个坐标啊，在这儿呢。好的，然后呢，咱们，看一下，我应该怎么弄啊？再一个，我不怎么常去的地方踩是吧？行，那我就这样啊，这个地方呗。干嘛呢？别用这个了，我，哎呦我的妈！好的，这样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把这方块放在这儿。不好看是吧？哎，怎么这样呢？好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找一下代码啊。好的，我找到一个代码啊，我把这个删了先啊。然后呢，我点一下它。不对，我这个不怎么太会啊。我看一下，这样呗。我代码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。成功是吧？我把这代码打下看看啊。boss。那应该是怎么样呢？是空格吗？空格，这样吧，来了，哎妈，哎这咋回事？我去，怎么这么黑啊，大哥？哎我去，有没有火把啥的？哎我勒个妈，这样吧，哎这是哪儿啊？哎，我听着他声了。哎，这样啊，我这是往下的，往上的。啊，是往上的。好的，我打出去啊，跑哪儿去了这？这是哪儿啊？啊，在那儿呢。这也差太多了吧？这。好的，咱们就到这儿就行，是吧？我看一下啊。OK， 停，讨厌这是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，我试试啊。来了。行，然后我自杀啊。这有点恐怖这儿。好的，然后呢，我把这个给闭了啊。然后呢，我怎么弄呢？我把这儿呢，坐标是吧？把它给改了啊，这样就好了。OK。然后咱们再说怎么弄啊。
的，家长不要。好的，看一下啊，火把，我啥也没有吗？原石也不行啊。等会儿随便给我整个开关就行，压缩石，啊，踏板有，行，踏板就行。家长不要，行，我放在那儿，然后咱们再算算账啊。哎呦妈，好黑啊！对，就这儿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这期呢就到这儿吧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得赔点东西啊，是吧？你这么搞可不行啊。那我把这个原石扔了，白瞎了。好吧，那我得扔了，是吧？白瞎了，白瞎了。好的，这个滑翔伞就别扔了。好的，大概就这样了，是吧？好好好，然后我们踩一下变成白天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这期呢就到这儿吧，是吧？也磨磨唧唧的，又找啊，又干嘛的。我们下一期我们去那儿去看一下啊，里边有什么宝贝，是吧？最好是多来点这个矿石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这个登上人生巅峰，是吧？好的，小伙伴们，拜拜。